菜咯。泰山，管两个囝婿，生做非常的将才呀。多谢着好的光景。那你今天倒转来，是我寿诞假期。我知影，今仔上好泰山，你的寿诞假期，我跟你讲，我有准备一项物件。所以哦，什么代志拢会袂记，莫插伊就好。你奈笑到安尼嘞？上湖泰山，你先爬去。即摆是要创啥？甲李先生甲我道歉。哎，大姐，要个舞，一起早上。非常的古锥，你的心意甲佛祖收到了，有吗？安怎嘞？阿弟啊，莫插伊啊，伊就是有病啊，有病去食药啊。然后蔡琴啊，伊要先回转大中里去。哦，我想讲你先回转里来，要叫恁老爷一。因为蔡琴呢，跟我阿娘的感情比较较好，我阿娘讲需要你回家。阿弟啊，无唔对啦！啊，因为自从我嫁过门了后，阿婆婆拢是三顿我伫咧哄胎，啊，我那是踮伫咧后头住。过一夜，我惊阮婆婆伊。小丽，你是安怎样嘞？为什么你的手会一直用一直用？那是因为我伫咧厝内底咧切刀伊，啊，无细里去弄掉的。无细里去弄掉，到底对一块刀伊怎样不应该？我的查某囝千金贵女嫁过门里去，我爱切人的刀伊，那好我知影，明日。我出去会过遐行行看看咧，命令人把迄所刀伊拍歹。哎呀，蔡琴啊，我今日粗重的工课歹做，你若讲受伤了吼。不要紧啊，安尼阿爹，我着倒转来去。为何还阁倒转来？好，紧倒去啊。为什么是大是大？明日若有机机会，带阿爹来去，我来去看卖咧，到底对一片的甘蔗叶，到尾查某囝挂受伤，我叫人来放火烧掉。小心倒去啊！以后种工课莫做，知无？挂受伤啊吼，赶紧倒去啊！阿爹，我倒转来去咯。一路遐小心细腻。洪文，今夜你就暂时先困彩琴的房间。啊，你我知影，多谢个护航。你阿爹，我倒转来哦，我感觉真忝啊，我
去休困。甲胡泰山，怎样嘞？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，你有困难吗？有啊，什么困难？你敢知影我最近真困难？但我甲你问，比如讲，咱做生意拢为着啥？要赚。咱若娶某嘞？你话中有话，你敢知影？我自从娶着你做囝无三年的了吼。喂，哦，彩英，我彩英宝贝，你敢知影？我最近我要去开采，我为什么会介意到你这个囝婿？就是因为你有非常的高水。你半摆也蛮我跳一下上开，甲开一下庙门的，卖也袂讲话。就是因为你有非常的高水，甲乎我看你有气。我知你一定会好好对待我的查某囝，也毋过咧，你是合法的夫妻，你无惊房，安尼要怎用一个？是啊，我拢已经签你啊，负责事务所拢登记啊，所以做啥物个安落啊？传宗接代的大代志啊！是啊，所以咧，你的意思，我两个是合法的夫妻，所以如果我若是较强、较气。电视版转来后头厝，搞夫弟嘞，搞夫做主，不管你安怎样，我一定连遐奴才拢唔通去管。多谢多谢你来去。